让你久等了。没关系。刚刚摆脱了跟踪，不仅仅是马丁，连特务队也跟踪了。是吗？以后我不能经常来了。嗯。这是药。是不是女主人在怀疑你？不是，我告诉她说，在袭击游击队时偶然中了弹。你是做买卖的人，给我点钱吧。明白了。你自己一定要小心。嗯。本部，本部，我是三号，请找上校。中尉，出来了。上校，金顺基报告，9:45目标到达，没有来接的人。跟踪部长出现了吗？没有出现。没有，好吧，继续监视。明白了，你们都到宾馆，等着吧。知道了。先生，这边早。先生的车仍然保管着。啊，谢谢。再见。上校，嗯，证实了当天晚上是路易斯首先邀请马丁上校的。好，在伦敦我们询问过，有关沃尼尔访问韩国原因的手抄本到达的时候，我们马上就拘捕他。我们渗透到 B 同的特务全部被拘捕了。我已经知道了，不过拘捕他的理由很充分。他因为和于林的关系，早已经进入了顺基的监视网。是的。小心，后面有人跟踪你。不用担心，是金刚石从飞机场开始就一直保护着我。是顺吉小姐。嗯。路易斯，你听我说，你必须马上离开这里。离开？这是本部的指示。本部指示你要回到自己的国家。今晚10，我军航空队要轰炸办事处附近，在那之前你要离开那里，然后制造出你死于轰炸的假象。明天下午在仁川港乘坐亚特拉斯号外国商船，迎接你的人在甲板上等你。这是证明书。我不走，我要转入地下，继续与你们战斗。不行，路易斯，
你的国家更需要你。玉林，这是命令。那么我们必须分开吗？对。路易斯，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多保重，亲爱的朋友们。地点在哪儿？韩国军国防部交换队中弹了。把路易斯抓起来。上校，轰炸太凶了，不能接近。什么？连接第五空军司令部。上校，英国贸易公司建筑物中弹了。那些人呢？不知道，现在他们约在500米的区域轰炸呢。中弹了是吗？是的，在那里剩下的仅这些了。那么赶快去证实一下，在轰炸时他确实在那里吗？是的，在轰炸开始30分钟前，有人看见他要睡觉脱衣服，正在锁门呢。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轰炸了英国机关。再去找找尸体。明白了。哦，你终于出现了。哦，亲爱的，我们正想丢下你走呢。船长啊，真是气得要命啊，你看。有登船许可证吗？通知15分钟后船可以离开。携带品都经过税检了吗？那当然了。那为什么没有验印呢？要我打开皮箱吗？上船吧。
上校，在碧云洞地区发现了共产军报务员，现在正在追击他。拦断交通。这是在他住的房子里面发现的。据女主人说，他在一个月前住进了他家，此人没有职业。持有商业军人证明书，警察那儿也是这么登记的。商业军人。商业军人，我给你们看看那个逃走的报务员的面貌。都去放映室。片子为什么断了？为什么不放完？上校，就这些。就这些？说什么呢？上次我还看见那个商业军人回头的面孔呢，那个画面哪儿去了？那个画面没有了。是的，是的。看见那些画面的人只有你们和放映员，放映员都不知道画面放在哪儿，那么是谁呢？为什么不说话？今天是星期二，是与顺其接头的日子。约定的时间已过了30分钟，雨林也没等来顺机，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又到了诸位听众喜欢的希望歌谣的时间了。第一支曲子是根据军友151-107第2913部队赵真剧大邱使得山洞322番地玄石去等人点播的进行曲柯外河的桥。于林，你听了好几天的希望歌谣节目，顺基跟他约好，如果他遇到什么危险时，他会通过这个节目通报给于林的。如果用住在釜山市的女大学生金推善的名字播出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命运》，那就说明顺基已被捕了。于林今天也盼着这个节目能平安地过去。快进来吧，何儿。请坐。啊，我今天收到了巴黎社发来的信，给我晋升为高级记者，工资也不少。以女人之躯没离开战场，仅这一点应该受到这样的待遇。嗯，说得这么直率，我很高兴。这回妈妈可以不用担心我的生活了，所以今天我想让你和我一起分享这份快乐，可以吗？你不会责怪我吧？哈，责怪什么呢？很感激你。来杯咖啡。不，来杯葡萄酒吧。好吧。下面根据住在釜山市西区下端洞的金泰善的点播，播送一曲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不知道谁在挑拨，不过对我来说，这是莫大的侮辱，无法忍受。我很愿意接受你的抗议，不过从发生的事实来看，你的嫌疑最大。在四位军官中，跟踪部长是负责当天晚上摄影的，如果其中有他认为不必要的画面，他完全可以不拍摄。另外，史密斯上尉是机密室的负责人，他完全可以事先将底片处理掉。第三位马挺少校则是在检查完底片后向我汇报的人，所以剩下的只有你了。你不认为你失手了吗？顺基中尉，克劳斯的话完全正确，顺基这次的确是失手了。他低估了克劳斯超人的记忆力，马丁、卡尔、跟踪部长三人在当天晚上的行为没有丝毫值得怀疑的地方，这是他事先没有预料到的。进来。让他进来。你再向上校汇报一遍。当天晚上12点左右，我在通往机密室的地下室楼梯旁遇到了顺基中尉。当时中尉见到我是特别的惊慌失措。当时中尉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啊，拿着手提包和一个微型电棒。你
当时怎么会在那儿呢？我是按照马丁少校的命令，每天晚上都跟踪金顺基中尉。知道了，下去吧。是。克劳斯内心十分惊讶，难道真像马丁所说的那样，顺基是红色间谍吗？他简直不敢相信相处这么多年的顺基会是共产军。但如果这是真实的话，至今比谁都信任顺基的他将负全部责任，这也就意味着克劳斯将彻底完蛋。喂，梅里夫人来了。好，请到我的房间来。请进。好久没见面了，请坐。克劳斯上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那么信任的部下竟是共产军的探子。我认为你也很难脱离关系，是这样吗，克劳斯上校？很遗憾，不过到目前为止没有谁能真正证明他是共党分子。马挺汇报的与你所说的大不相同。你是不是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我今天到这儿来，你是不是也很不高兴啊？是的，你讲的对。我对夫人的到来以及不知天高地厚的马丁少校的所作所为感到非常不愉快。可以理解。不过，请不要忘记，我是受华盛顿上级指派到这儿来的你的上司。您将如何处理金顺基中尉呢？我将亲自审问。这就不必了，此事我已全权委托给马挺少校了。为什么？正是这位年轻人的汇报，我们才对发生的事情有了详细的了解。上级要求审问必须客观公正，所以我们把提审金顺基的权利交给马挺少校来负责。上校阁下，据鲨鱼报告，女中尉之所以被逮捕，是由于她涉嫌了对先生的跟踪记录底片中有关你的画面部分给剪切掉。就是因为我的关系。那么这个案件由谁来负责呢？好像是由马丁少校来负责。一开始是克劳斯，后来又被挤掉了。因为他们真是烦死了。从奥尼尔到的人事件里面真是受不了了。看来得往香港或者新加坡方面走一走。没什么大不了的，让他们跟踪吧，跟累了就该自动撤离了。现在是不是又有人在拍摄我呢？我现在也正观察周围呢，请放心吧。他们跟着我到底要拍什么呢？
知道那干什么呢？想抓住证据，给克劳斯加码。底片内容马上就能知道。怎么能知道呢？只要给鲨鱼钱，就能知道他是金长龙安插在克劳斯身边的眼线。嗯，是吗？跟他约一下，谁要是问起我们谈话的内容，就说在谈匈牙利音乐。请放心吧，金长龙交给我的任务就是想办法接近您。如果真是底片问题，顺基是不会那么容易解脱的。不过现在于林从克劳斯和马丁的矛盾中看到希望，于是他决定为了救顺基冒一次险。早上好。先生，赏点钱吧。赏点钱吧，先生。先生，赏点钱吧。先生，窦镇叔叔向您问候。啊，没错。谢谢。你好，于林。组长同志，我现在从敌人的监视网逃出来，与这些孩子们在一起。送信的少年是已牺牲的游击队员的儿子，可以信任。在这里我找到了健美，他与那些乞丐在一起呢。我的伤要痊愈了，不过我很担心你们。我在青桂川桥下，斗阵。看来你现在还指望克劳斯做你的靠山，未免太天真了吧。在这个世上没有能救你们的力量，克劳斯也将处在和你同样的命运。老天爷也不能创造这个奇迹，你是不是下定决心要很壮烈的死去？那是妄想。你怎样死去的，这将成为永远的秘密。第一步，我将把你的两眼挖出来，两只鱼鳞深爱的美丽的眼睛。第二步，我将切碎你的鼻子。你想象一下看，这里哪有英雄的什么呀？最终的结果是你在痛苦中挣扎，在阴森森的地下室里慢慢的死去，然后我们再编造出你背叛同志的材料，让你的同志们永远唾骂你金顺基。怎么样？听懂了吗？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想什么？我在想，像你这样的傻瓜是如何爬上少校的。
这个怎么样了？啊，弄清楚了。好，日系一下。这位是于林先生。啊，知道一点儿。你好，于林先生。啊，你好。弄清楚什么了？哎呀，警备太严了，受了很大的苦啊。简单的说吧。行了，看来你吃了不少的苦。这些钱够了吧？谢谢。那底片上到底有什么呢？上面有您夜里在宾馆前与外国记者谈话的情形。嗯，辛苦了。看来需要给克劳斯交点礼节了。你拿底片的时候是不是戴着手套啊？没戴。还没想到。不管怎么说，你太辛苦了。走吧。再见。你们也不会舒服的。我把这份材料卖给金昌龙少将，代价是不会少的。你怎么了？鲨鱼留下的指纹让我总觉得不踏实。万一让克劳斯知道了，他都得供出来。我怀疑这家伙已经跑到金昌龙那里报告去了。有这可能啊。玉林，请把车借我用一下。深夜来访，有何贵干？不知什么缘故，今夜连音乐都听不进去，难以入睡。是不是有什么烦恼啊？你如何理解爱情这两个字？难道我是哲学家吗？相中了就一起玩乐罢了。嗯，
这样说来，你没有害过。啊，这或许能够好过一些。像我这样，因过去的爱而难过，我时常想起已故的淑英夫人，一个可怜的女人，所以爱上了她。现在呢，爱上了 CIC 金顺基中尉。你也认识他吧？啊，当然了，是个有魅力的女人呐。嗯，有魅力。过去她的性格很不好，对一切事物极其敏感。据我所知，她在上女子学校时当过共产主义者。说谎。是的，那是我亲眼看见的。真的吗？稍等片刻，我去拿样好东西。真有趣，请继续讲吧。来，喝一杯。那时我们经常在巴格达德公园见面。有一天晚上，我们两个人坐在花池边，那天正是他的生日。从树林里突然冒出一个男的，行刺了一个正在下台阶的先生后跑掉。后来才知道，那位被刺的先生是日本著名的高等刑警。犯人跑了，而我们因为在现场被警察给抓去了。后来呢？结果我们背上了杀人犯的黑锅，不过很幸运，杀人犯当时留下了行刺的刀。当时我读了不少无聊的推理侦探小说，马上想起了一件事，我立刻要求做指纹鉴定，后来弄清楚才回来的。不过你讲的这些与金顺基是共产主义者有关系吗？你死心眼儿啊，袭击警察不就说明他是共产党吗？不过我看见那个人站在树后面给顺基用眼睛传递暗号，当然顺基也回应着。顺基在自己生日那天拉我一起去散步，并不是偶然的事啊。怎么样，还想听一遍吗？到底为什么要演这出戏呢？这不是演戏，这是你的爱人亲自告发的活证据。我是在一个小时之前得到这个情报，你不至于否定你爱人的话吧？中央情报局代表要求立即枪毙你。不过我争取了两个小时时间。你不必太失望，还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好好想想吧。3点钟我准时回来，这是你唯一的活路。